真的一体眼镜都没有，他为什么要玩突击啊？他乐趣在哪里？我搞不懂。那叫万了，妈的！我急需一场超跨式武杀来振奋我的精神。终于都是我们认识的人。啊，刚才打好憋屈。我靠！掉悬崖下面。刚好 shift 好了。哪里啊人？人在哪？啊，这里这里。哎呦我操！妈的！刚想报复，啊，不行，我要缓一下，让我玩个 DJ， 让我缓一下。我多好，主动玩 DJ。啊，这个就很尴尬了，好吧？毛妹，毛妹，肉是不是？毛妹，毛妹，毛毛妹，毛毛妹。我主要刚才在 Uni Park 玩个屁，你看，哎。然后动我的球，你进一个，你进一个，你进一个。哎，我靠！到底谁弄的？没有。圆，这么好，高圆，高圆，圆，迪瓦，谁都不难，就难你。哎呦我操！什么鬼？两个圆，两个圆什么鬼？我谁都不难，就难你。他怎么都不经典呢？人都杀光了，我操！死光了，死光了已经。我们都死光了吗？对，死光了。一个死神苟且了下来。我的锅，我的锅，刚才把我的锅，我就被两个圆秒了，我操！我不。不会死，你去吧。哎哎哎，有死人偷我！哎，我来奶你，我来奶你，我来奶你。人呢？人呢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掉三个了。进啊进啊！进下点，进下点，进下点。去啊，飞啊飞啊！你不会死，你不飞我也不安全。那个狂鼠回来了。圆一个圆。笑死我了！干你，这不很快就回来了吗？兑现我的承诺。哎，猪猪猪！奶一下猪好吧，你稍微奶一下猪，我猪血量抬不起来。不奶就奶。不，问题是你奶一下猪，你大招也会攒快点啊，对吧？是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你大招啊。不太好，奶上好吧。哎，裂空，后面一个裂空。我操，拔刀了就已经。哎，打打打打打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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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贼强。很强啊。哎，你打不死我！死吧死吧，他被我推走了。后面一个裂空，一个圆一个裂空，裂空交了闪烁了，那什么那个是什么回溯？回溯。不慌不慌，就一个。还有个圆，还有个圆在右边，交易了，上去秒他，还有个迪瓦后面两个圆。哎呦喂！这裂空都想丢弹炸我，跟我什么仇什么恨啊？我们两个的天象他也想加，你拉了谁起来？我不要，拉了个我，然后把我复活在人堆里。来，我来日柱子了，我来日柱子。哎，请往后退点。下吧。哦，不对，应该对我说话了。我继续日柱子啊，你们有事找我，没事别找我。哎，把那个死神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刚好给他那个。哎，你加我干嘛？我是柱子呢。
就是不让你死，好吧？哎，救命救命救命！我找我找话题去了。哎哎，走走走，打杀人杀人！打不到！我这两个没办法了，这个天使没复活吧？哎哎，救命！都朝我来了！完了完了，拉我身上了！裂口，弹的鹰霸，鹰霸，鹰霸，鹰霸！可以可以可以！我就问你们这一局有谁死过没有？啊、我死过啊，我死过两次。我刚死就被复活了两次。不，啊、我刚开始出门的时候被两个语言玄学爆头。我觉得，哦，是这样吗？我还好，出门大招都没有。我这一小轮碰了三个大我。人有毒，看到一个死的，看到一个。别人小燕说你能量挂我。我在疯狂奶这个法级，然后没大的时候就没大就谢谢，有大就谢谢你啊，奶一个。走走走。如果他给我哎正面广场打，正面广场打，先不进点。先不进点、啊。正面广场先打一波。他们进点，让他们先进去，没关系的。他们进了，我们也进，就这个意思。进了就进，进了就进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鸡可以。怼了。我门外还有个裂空，一个那个可以。门外还有个裂空，还有个裂空，进点了。这交了两个闪现。可以可以，这两个脸炮可以啊。哎呦我操！去吧。哎哎别！都被点脸。就很尴尬了。就很尴尬了这个就。哎你别吃。然后把你补起来，我又大了。好，一把岩爵死神在我面前。哎，那个右边外面一个法机。去怼他，双飞能怕他吗？哎，进来奶一下猪，进来奶一下猪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不怕，没有人打得动，好吧？就给你一个讯息，没有人能打得动。哎哎，法机，哎哎。哎哎哎，什么鬼？死不掉好吧，死不掉，死不掉。哇，这我打不了，这我躲不了，这我躲不了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可以。哎呀，这没复活，让你们死了怎么办？刚的脸炮。哎，进来一点，进来，稍微进来一点。哎，好妹兄弟。焕发活力青春，好吧！散发活力青春。哎，有狙有狙。准啊！狙好准，两枪死了。两枪死不算准。不是他在空中，在空中两枪。不不，一定要一枪，一定要一枪才算准。一定要一枪是吧？一定要一枪。哎哎哎！你们不要全在外面浪死，死神一个人单点。哎哎哎！完了，炸了，我死了，兄弟们。没关系，我还活着，我一直在点里。你们看好了，哎，这攻防什么可以金牌一定是我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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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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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放我！哎，有个狙。还要干嘛？还要干嘛？两个半藏，两个狙，对不对？王呀，你看你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看这局就玩得很爽了嘛。可以零下天使。哎，讲道理，强点图是我们这帮人的。是最强的图了，好吧？居然不是我，他给来个推人下去吧，我感觉。为什么不是我？哎，这什么鬼？怎么一滴血？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全部被我奶下来了。信。哎，就我没有牌子，这么灵性。不，因为你复活的人不多，你奶量没有多的情况下，你要复活的人多，你才能上榜。第一局每次复活一个人。你那时候是有人死了就复活了是吧？天使在那个在加我伤害，然后我杀人，天使就加那个是吧？打到人都会加吧？
只要我打到人，他只要你杀了人，他就有助攻，他就加特别快是吧？对，如果有 assist 的话，会加快的，会快一点。我刚刚一个天使一看他就乃着我，然后那个裂空脑就成功三段下来往我们天上扔大招。对对对，他想丢我的，他想丢我，三段过来扔个大招一回去，而且是天上那种垂直落，亮亮没有沾到我们就垂直落到地上。哎，有个单奶啊，不，我是奶的话就少个肉啊。不少不少。不，其实我肉真玩的真的不好。是的，你飞一下。你在哪？谁要让飞啊？朝正上方，刚才。正上方。有没有堡垒？好脏啊，堡垒。小美吧，好像是那哦，不不，那个堡垒，一个锤子，还有个 DJ， 好像是吧？还有麦克雷跟天使。麦克雷天使。哇，没事，堡垒我去切，没关系。想搞套路？哎，你们俩干嘛？哎，你带这个天使好吧？你给我把天使安全带回来。对面这个圆也带着天使。你给我把天使安全带回来，我就算你可以。这边圆进来了。堡垒死了。在怼我们。好像你们。有点太浅了。你要冲这么快，没有，不要死就死一堆。刷着刷着，我自己也出去了。经典了，哎，有人经典，有人经典，去干。圆。半血圆，半血，没血了已经。有人经典了，你还不回来，那这个就我没办法。好，没事。我飞不回去的。牺牲了两个人。堡垒在门外坐下来了，我去切。那个堡垒，我去，没关系，我去。这个堡垒特别耿直。我靠，这个门！哎，我被毒切了，哎呦，我操，有天使，妈的，这就不两样了。操！好了，把这个堡垒什么对？还有天使奶着呀！哎，典礼。哪儿？看到了。典礼。我操！我死了，可以。狼。C 边这个灵性开大了。我操！哎，这飞到天外去了的。天外飞仙。好吧。我好了。好吧。你是不是很感谢我？死神上面。哎，这里有个死神。哎呀，我的。奶我一下。我在奶法技，法技要死。法技老师被这个麦爹针对。兄弟在我手，兄弟。上麦下来。哎，这还能 double kill？ 灵性。这是灵性。我随便放那个大能 double kill。这个，哎，这个大可以。有大，我不敢放大。我的天哪！炮没轰那个。哇，这谁的谁？死！这个也是 double kill。哎，我操！哎，可以。知道。没关系。死了。对。撞在我的炮上。哎，那个夹子是我们的夹子是吧？那我们的很明显的嘛，我也去骚扰个后排。到你算了。
他们都没有后排了已经。我的，这不我出去了，我的。哎呦，天哪！天使没有灵性大。我已经大过。跑不了，在桥洞下被杀死。我的问题，这个我的问题。操，这个原石开大单杀我。哎呀，我出去了，我回来挡伤害就好。膨胀了，我也觉得。去二楼。哎，尴尬！我明明已经高点了，结果被人打掉了。哎，后面有圆。上面是不是有圆啊？对，有个圆。看到一个火箭跳过的壳。好像六发，六个右键都没中啊。他中了我。哎，有天使吗？可以。来，跟我一起飞。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。哪里在打我？他一跟你飞，我就被圆收掉了。妈的！哎，帮帮我！哪里啊你？哦，看到。人呢？哎，圆！哎，不很残的圆。哎，圆下去了。讲道理，他的车就一直在推啊。人在左边。哎，有人在砍我，救命！哇，你在死了。讲道理，我也在砍对方的天使。先不要放过他，救命！我要死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，死了！回来，你回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。我机甲没了。哎，他们车呢？我操，车的他妈都到那儿了。真他妈喜欢桥洞啊！哎呦，完了！我被圆追到了。我靠，要被那个……啊，这把打的好有问题啊！并没有做一个肉应该做的事情。圆是一直在二楼，是不是？他一直在那个城堡里面，我不知道他一直在哪儿，但他一直在那个城堡里面。Yes！ 哇！救命哦！你都有大了。我也有大。哎，这边麦克雷，那边有好多人，我操，还有个死神。在房间里。全在房间里面。拿我。哎，我在这边，快飞我。哎，那个两个人在那个桥里边。那个左边城堡里。我来切天使，再切天啊，让天使走了。啊，趁这个机会往前压一点。哎，天使在城堡里面。啊！我。Hammer down为了我一个人而开。我，哎，有天使啊，什么鬼？我被切。天使为什么一直干不掉？我太知道了，反正我是被对面的人给干掉了。这个不敢压过去。我操，我被刮到了。哎，我靠，麦迪被秒了。这麦迪很准啊，三枪。我天哪！被他偷了，我被他偷了。天哪！不然，哎，看到我们了，靠！过分了呀！哎呦，我天哪！我刚被拉起来就中了。哎，我们还是换个锤子出来吧。哇靠，不好意思，他们怎么都在这门口？那就放先阻止一波。并没有炸死人，我换小美了。你有一套啊，你不能配合。我换小美了。救
命救命救命！哎，我们先换一点那个，就是，哎，哎，讲道理，我们先换一点可以续命的人出来，好吧？我把大放了，放了就换。哎，怎么？啊，没有，先续命，先续命。哎，换点续命东西出来行不行？求你们了，这法器这种根本续不了命，好吧？是不是针对我？哎，不，我就举个例子嘛。那他法器真的续不了命，你连车都点不了。哎，兄弟！我靠！没事，有大了，有大。对。来吧。啊，我冰枪刚用掉。哎，什么鬼？可以。哎，天使，单抓这个天使。我再把他杀了。我靠！天使残血。这天使他妈飞来飞去，我操！因为他可能要找太大了。留住他，留住他！堵两个门，堵两个门！可以冲一死，冲一死，冲一死！哎，嗯？他们居然没冲？嗯？啊，已经打完了，我操！结束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靠！不会六个大招会扔到我们头上来，然后把你们全部弄死？然后开大，我操，完美剧本。这不很尴尬？上电视尴尬，上电视。哎呦！看我瞬间就往谷底跳都没有躲过他的大招。秘技反复横跳。天上没有反复横跳。伤啊，这个很伤。你看我一听到开大声音，我自动下落。我的链子都不连，直接掉了。你就直接自杀了是吧？不，我就想自杀，还是被他打死了。啊、哦！哦，保不掉的嘛，在天空，在天上，这两个同时往下落，一定会有一个殉情的，真的。是的，你俩都死算了。我们两个同时往下落会摔死。我就死了呀，就是死。对，摔死也不要给别人送能量啊。不是他加不了能量来开大了。对哈。你光那个毒里，说不定他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视野。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嘛，这样我们要比翼双飞。我们刚才就是这样的。对啊。啊，进攻玩什么？我这张图进攻一直玩法技的。是吧？啊，算了，你玩吧。我还玩辅助吧。算了，我体验过很多遍了。体验一下那个大宝剑，那你体验我这个大宝剑，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味道是不一样。他专门丽江那边培训出来的。我操！还记得我在丽江培训吗？为什么要在丽江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丽江培训。难道不是在广东培训吗？是个 inside joke 呀、啊，我们不是在丽江吗 ？James 那天跟我不是去啊！你们真的去带大宝剑了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去会所，就是吃饭嘛。啊。我们一起去吃饭的嘛，我们打游戏的。对，我们吃饭，然后顺便玩游戏。这狂主当着我的面放了一个夹子。可以，哎，这个谁打到是谁能量？这个。啊，对，我是我的。是我的。大家一起打一下。我就一个飞弹飞过去。我操！啊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打，我要开盾击你，我开盾击你。等于我这个飞弹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个飞弹不需要冷却。哎，击你，我击死你！不要击死你！被夹上了。来，打！哎呦，我操！我一个能量都没攒到。打了就9%啊！哎呦，堡垒他们哪缺堡？我操！对，这个过不了。我去切堡垒，我去切堡垒。哎，你奶满我就去。奶妈在这边。堡垒掉了。奶妈。我没有办法奶你。哎。哎。这我极限了。
我已经有大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，他这个狂鼠这个嘴圆的一炮打到我脸上，打到他们阵型好不好？赶紧去。可以冲，可以冲，可以冲，可以冲！进进进！趁堡垒还没坐起来，把他打死。先打人窝一下。哎呦，我刚刚你没看到我死在你面前吗？没看你死。哎，堡垒呢？堡垒呢？堡垒在这边，救命！我要死了！没意义啊，兄弟！是我们疯狂站点，哎，这个点就要是我们的了，哎。来来来来，炸我，炸我，炸我！完了完了，我去送了，我去送了一波。哎哎，锤子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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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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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锤子也保不了你。他居然给了半张，我操！哎，这半张这有点准啊，这半张。这保不住。对，没事没事，我放了。差一炮，差一炮。哎呀，什么鬼？哎，右边一个麦克雷，很惨很惨。点一下，二楼狂鼠，二楼狂鼠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再点，他下去了，下去了。那就我站二楼，可以吧？有个麦爹，我们进攻也要想办法站一下二楼。我再站，我再站，我再站。这里是二楼那个顶上。麦爹，很惨。娜娜在二楼。死了死了死了！啊，还有个鸡妈。我有大，我有大，可死了。我操！我被睡了，贼烦。哎，谁能拦我一下？我28血 ，OK。后面有个鸡巴，一个天使，一个锤子。他大锤怎么绕后啊？不知道。后面有绕后大锤。哎呦妈！吃到血包了，我操！那锤子对他在追杀我，才绕后的。注意到。哦，吓得我，吓得我都躲。哎呦，我操！瑟瑟发抖，绕后锤，一个个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哇，人呢？能打死？哎，啊，下来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！我操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我去，看看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发机。哎，这也能干嘛？他往后推，推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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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死好吧？我靠，这个楼里面藏了一个那个。我操！被台大砸死。我哎呀，他这个楼里面藏了个炸弹轮胎，妈的，套路好深啊！差点，差点，差点就没点掉，点掉真是运气好。我靠，这麦迪，好吧。哎，这个麦迪是什么意思啊？欺负我智商吗？我明明看到你冲进去的。啊！外面有个天使，外面有个天使啊！死了呀！死了！你看到点了，到点了！哎，怎么我也去 poke 了？好大！哎，奶我奶我奶我！我死了我死了，你看到？那我回来找你，我回来找你。你睡了？你们。一到复活就玩心贼重，来来，我带你飞，带我飞，爽不爽？爽啊！飞弹打的，让我好好看你的伤势。哎，把撞飞了，尴尬。哎，亲吻们，看看你的伤势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我你妈！他们还有安娜，我操！别走了，哇，这也能甩到我，好，看一下，OK。
大开掉换，大开掉换。换吧，你换个小美什么的，狂鼠也行。准备进啊！我有大，我从上面空投，我从上面空投进去。哎，你这个投的有点远。一下就锤他，好吧？锤锤锤锤锤！走，先麦接。对的。我死了。又没了，又没了。还有个美，还有个美，还有个美。没死了，路霸，哎，路霸，简直是我充电神器，我靠！可死好吧，可死。都得死。路霸死，路霸死，路霸死。哎呦我操，我机甲没了。有个小美、后面有黄鼠。我操，完了。天使有复活吗？没有复活。已经复活过来了。哦对哈。复活了就无敌难以安顿掉。我操，哎呦我操。哎呦怎么回事，我以为这点就稳了。刚刚我们把他们人都杀了，没人推车，自爆了，这边的房子自爆把我跟徐斌炸死。没有，但是死了三个人。我又有大了。我靠，他死他死。哎呀我的锅。有哎，我这迪巴大真的好好练练，我操！这留个死神，残血的。我可以把他们天使秒掉就行，我可以把他们天使秒掉就行。赶天，砸天使！你们家冲不过呀，把他们天使秒掉了。小美死了。路霸死了，推车。我后面死光了，你们。推啊！没事，推到了，推到了。可以很强很强，我操！我们这两波偷车偷的灵性啊！哎，你怎么有没有帐子？我靠，灵性偷车！哎？什么鬼？不，我觉得应该是后面的那个吧，后面的复活吧，应该是。连抬手动作都没做，就不让我们。动作都没做出来，好吧？没有，我刚才刚好杀了三个人，然后掉了，我们也掉了三个人，你直接。啊！我瞬间。我靠！灵性偷车，完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哎，这狙贼准，我靠！两个狙主要是。哦。没球，这个人死。哎，他已经死了。这班长还得死，你知道吗？请 DJ， 我管你什么 DJ。女兵77，你奶呀！把招勾着了。哎，这就算了吧，我觉得。不做了，好了。See that which is unseen。让我跳一下这个东西，这个超级跳，不知道能不能跳这个呗？从来没跳成功过这个东西。
勾引。我靠！果然有第二个出口。他们知道啊，然后出来就有啥？他们知道了，然后有一个那个三妹出来了，三妹从这里，狂水要从这边出来了。哎我操！哎呦我去！哈哈哈！我们，哎呦，他们也死，他们退了。我以为自己的大剑，我以为自己的宝贝，表演。哎，是这个涂鸦 ，defend， 我觉得这样。哎，这个阿三，你确定？没点用吗？那给他个资源，给他个毛妹吧。我们保三妹不死。啊，这个大很快就有了吧？不，但是他老是死掉就没办法。三妹最怕老是死掉。就看他骚不骚了，看我对啊，有这么风骚。哎，我这个怎么跳不上去来着？又要开始打游戏了。哎，上来了，可以。他就绕后，我点了三枪。绕后了，是往右边走了是吧？边走了，右边走了。OK， 但我不敢啊，我不敢回去啊。你只要看到了跟我说一声。来了，已经。好。再点你。半血，我也点了三枪。把撞开！哎，后面有个死神，半血 ，shift 交掉了，身上有球。那好吧。我放点里还是放点后面？随便你，你想放哪放哪。放点里小房间。给你小房间，你们注意一下。好的。可以。我听到安娜的声音是吧？对面。哎，别出去了，回来，我接你们回来，我接你们回来，快！有传送门，怕什么？哎，毛妹都一百的能量。快回来！传送门去是吗？对吧？哎，传送门就那个得当心点用呀，别太浪费。二楼原石。哎，锤子进来了，收他！锤子。
吃了他，吃了他。和尚。哎呦，太大了。哎呦。他们没有看到传送门，我来保传送门。他们肯定看到传送门。哎呦，我操我操！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那个点了？我操！哦，他是被传送门干掉的，我靠！我他被烧结炮干掉的。他被传送门干掉了。被传送门干掉的。只点里留一个人陪我，不然传送门要没掉。传送门还剩四次机会。OK， 我用了一次。那在后边，在后边。看到没？啊，那这机会。用西药直接把它吸进去不就好？直接把它丢出去。我在小点里面保护传送门啊。哎呦，这毛病能量贼高，我操！哎，一个麦爹，麦爹，还有和尚半血和尚。哦，乃这两个肉真的是吃力啊！哎，回来，我反正开加速啊，你们想回来什么想什么回什么回来。哎！哎，死神，跳大 ，shift 交掉了，干他！他跳过了吗？跳过了，大顶出放过了，大顶放过了。走，吸干他们！哎，这个我不行啊，这个不行。就死了。天使奶猪，我吸不干他。哎呦，你们全部残血五个人，奶的爽。回来。回来，真的回来，真的回来。传送门啊，没关系。我们不怕不虚。你传送门还有三次机会吧，大概。还有四次。坚决不虚。四次就只能传过来四个人。哎，注意开火，打！打那就打。没了。打。完了都。可以。往后退，哎，锤子来了。哇！一点血死。哦，我这把躺的真的是爽。我就卖个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哎，要不最后一把我去阴一波，我去偷个人怎么样？我去偷个人，最后一次进攻。哎呦，他们没有人走右边啊！我，哦，有，让我推！哎呦，可以，这把躺的真的厉害，随意躺。会不会是我呢？你要有连杀呀，才能是你。我有，少杰炮杀了很多。少杰炮连杀。哎，那个袁氏是怎么死的？他不是开了E吗？我靠，对面没有打输出啊，51%，我操！鬼呀，我少杰炮存在时间这么久，肯定有80%了吧？看他妈真是准！对啊 ，teleporter uptime 81%啊！我操，我卢笑的平均奶量有8000。进攻嘛，来个303 ，1 minute。完美碾压，不，我选择拒绝。我看玩半天蛮爽。不配合啊，那我玩个什么呢？你也玩个肉呀？哎，这个，这个你骚了吧？这骚过头了吧？这个。刚不是有个锤吗？刚不是有。那我玩安娜好吧？我玩安娜行了吧？我们妥协一下。可以。那我玩一个，那我也妥协一下，我玩一个。你玩个锤啊？小锤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又锤，这小锤。这个小锤儿子，大锤爸爸。哎，这真的换个锤子，真的换个锤子。
一下，我叫个炮台先，我等下换过来。啊？小法，你换了就没了吧？这炮。对你换了炮台就没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要你，你要是能不没的话，这六个人应该是首选，六个炮台往那一加，然后回去换人。对。是啊。道理有道理。还。我之前被人套路了呢，他们五个炮台一个大锤，这很好打的呀，这六个地方往里飞就可以了。是两炮台一大锤，然后他们后来剩下的人全都换了大锤，就自己在推车，被人套路了。不，这个就换五个地方往里推就可以了。没，我们玩一个猪落玉，当时没想到。哎，真的别玩锤好吧？哎，不，真的别玩炮台行吗？说他这种怎么，这个太那个了。装甲车，你一个敌王往里面猪落玉。爆炸了，只要一个地外有个大就可以炸掉。你们加油，我自己就这样了。我不想当，我靠！哎，对面少了一个人，直接进点，直接进点，直接进点啊！来，直接团了。直接进点，直接进点，对面少一个人的，直接进。你看，炸死一个，掉一个，马上掉第二个了。哎，锤子往前走，锤子往前走。哎，上一个半藏，80血打到一枪的，法器很残，死了。OK， 直接毙。哎，对面有个堡垒啊，当心点。有没有来接我？哎呦，我操！我被。哎呦，我被还有一个法机，没看到吗？后面还有一个法机。对，后面有个法机。我操！我刚被我女儿轰死了。你女儿。不好意思，抢了谁的血包？好惨！哎，你们等会儿进，等我一下。求奶一下。等我一下呀，我在后面呀，你们都已经在里面了，你就再等一下，锤再举一下。哎。谁在点我？他怎么点到？哎。举盾了呀。都没有堡垒了。堡垒到右边去了，堡垒到右边去了，我有大了。我这法器是个 ID， 还叫 Charger。哎呦，我操，这法器！贼他妈烦！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行不行啊？等一下，一起走啊！不，哎，你死是我活着，然后我落单了，法器把我点了，然后你到前面去了，我还在复活。现在就这么个节奏啊！不是一个问题吗？我们有没有奶这个问题？走左边。左边应该有个堡垒在哪里？右边，堡垒在右边。哦。准备进啊！准备进啊！坐下来。快点等他坐下来。哎呦我操！哎，你没搞死堡垒啊？不是，堡垒开大了，开大你要锤他的呀！哎呦，我被锤秒了。不是这么，不是两锤搞定的事情。啊，烦啊！我都把他摁墙上了，他都没死啊。他450血啊。是啊。好气啊！我操！主要是刚刚那个 DJ 搞了一波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搞了一波大招。对，DJ 还开大了。哎，这死神。他们出三妹了呀？什么鬼？三妹没什么用的吧？哎，别往后撤呀、啊！你不，我这被秒了。我的锅，我的锅。堡垒在点我盾。哪里在？哪里堡垒？哪里堡垒？人不齐，二楼那个地方。我看到了。我们从左边进去。从左边走，从左边走，左边走。没人捐进来啊！我来了。哎，你去接下他们呀！他们没有锤子进不来的呀。我没盾啊！哎！进去把那个士兵搞了，烦死了！妈的！哎，你知道刚刚掉了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？是，所以你要走啊。没事。哎呦，烦啊！
我们得先把法纪也干掉。对，要不先干法纪。打波都是法纪。法纪死了。你就往里走吧。那个法纪太大了吗？对，刚法纪太大的，是的。往里走呀、啊！不是说好往里走呢？往里走，看往里走。先吃堡垒。哎，我要死了！他们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。哎呦，天哪！锤子死了。好烦啊！还是有法纪啊，直接正面给他立好了，正面给他立。哎，这锤子干嘛的二楼？你下来，不然 没人进得去的。法纪还没死。你们把那个，你们把那个堡垒扔掉。你们把那堡垒扔掉。怎么弄堡垒？啊，哎，堡垒站起来了，弄他呀！锤子，锤子，哇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我们打三零三就打正常一点，三零三好吧？不，三零三不是也不是随便玩的呀。啊，不是，这不是三零三，就按大家锤子配合，也不是随便玩的呀。哎，我们两个麦克雷，我操！啊，退回来点，退回来点，锤子，不要硬刚，不要硬刚。你蹭伤害，你知道你多自己多少血吗？你蹭伤害。哎呦，我们一个安娜奶太不稳了，你看我们这种二十点血瑟瑟发抖的这个。找不到你，不好意思，刚锤子。这就没办法了。可以进，可以进，可以进。哎，你干嘛老是往那种小房间里冲，往前冲呀、啊！我操。哎我，我被切了呀！我操！我靠！你们走过去的时候，旁边出来个七六啊！又来个法机啊！哎，我换了，我换了，我换了。跟王没有大。稍微近一点点，稍微近一点点。正门先压制，好吧，正门压制。左边有个 DJ。哎，瑟瑟发抖，我这个。